才将心酸放乎伊，往事难随意，怨叹伊别人的话，咱只要做家己。现实像霜风寒流，这一切无法度照天意。不如着想想看开，看好破浪也无所谓。有啥物烟气，甲金火甜甜干杯，甲吹落去。机会会来，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啥物？无啥物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啥物烟气，甲金火甜甜干杯，甲吹落去。机会来，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啥物？无啥物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天德啦，就是啊，我没有见过你，啊，你以前刚到家，我是伫土来乡大汉的，这回回来是想要找我以前的老朋友。看你的眼神，是要找男朋友吼？阮两个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是青梅竹马。恁两个感情一定做好诶！哎，结婚了未哈？要未呢？要未哟？啊呢？伊一定伫等你哦。希望是安尼。过去是我辜负伊，希望我这摆回来会好补偿。你嘛要未结婚哦？啊，都遐尼久的时间啊，啊，你甲伊拢还袂结婚，这都表示讲吼，恁两个搁互相伫爱对方呢。我实在是足欣赏恁这款感情的。人讲初恋总是叫人特别难忘，干不是？我吼诚心诚意的祝福你，甲你的初恋的情人会当重拾旧爱，白头到老。多谢你。你是我倒来甲土寮乡头前熟识的朋友，也是头前足好我的人。多谢你，你莫客气啦。哎呦，无等啊，迄人阿斌啊吼，都过几工啊，就准备结婚啊呢。啊，你敢无要问讲伊的男朋友是啥物人？哎呦，啊，要嫁的人是伊啊，毋是我啦。我刚问遐多是要创啥？主要是明明老家的人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吼。恭喜你哈，谢谢啦。来，这卡月款算是我给你传真。没问题啦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愿意收的啦。紧啦，退去啦。卖啦。哎呦，这卡月款安尼青亮亮，这一定值得几十万的吼。钱要算什么？真情才是重要。来，我给你挂起来哈。没问题啦。无要紧啦，来。哎。你莫好意思，唔好啦，收起来啦。你好做明明哦，我祝福你，祝福你甲你的翁婿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阿哥，收起来，后摆咱拢是好朋友、好姊妹啊，唔免甲我客气。你放手啊！这钱害你。啊！你当时甲我借钱，我哪会知？你还阁会记袂？
20年前，我要去台北补车钱，你借我20元。啊，不过这是20万呢。迄个时阵的20元，对我来讲，比起20万，还佫较有价值。是讲你收起来啦，讲安尼刚好，我来甲你说多谢咧。阿婆，我来走。有闲才过来坐啦。我来坐吼。牡丹姐，过几天我要结婚了，请你来吃喜酒啦。那是当然了，你无请我，我嘛是会家己来。啊，搁有啦。啊，若是讲你找到你迄个青梅竹马的朋友，嘛会当招伊做伙来啊。哎呦，这声真像呀，赛趟开花代志大条啊啦！迄第三次的世界代志哦，又要搁开始啊。你通说啊？是讲这是什么意思哈？是讲落卡面啊？你敢就是遐尔爱看迄个牡丹啊，因迄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啊？嘿，当然咯，你想看卖啊？这个青梅竹马的朋友，哈久都无见面啊，今嘛吼，终于要做伙啊！哎，这是多么浪漫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啊！我当然是要看卖这个男主角是啥物人咯。一千啦，门口来请谁呀？林总送的呢。哦，还是什么人出手才来包办啦？我嘛不知啊。主管啦，老赵。主管，啊，这台车。送的人都唔见讲伊什么名啊？啊，搁有呢，伊住咱这个庙口吼，讲请歌戏要来唱半个月呢，讲是要替咱土寮乡吼祈求风调雨顺啊。咱土寮乡伫当时啊，咱是知心的啦。听讲伊目前住伫迄个温泉旅社啦，我看哈，副总，你代表咱派出所吼，去甲说一下多谢。李白，小姐，我是土寮乡派出所的副主管，啊，我代表阮派出所的同事来甲你感谢，感谢你慷慨送这台车。是我，你袂认的啊？你倒来。啊！你是等下要创啥？我真想你，所以我等下看你啊。敢有这必要？当拢是你还无讲无答落来离开，今麦敢有需要搁倒等下先？阿峰，你现在问我原因，敢讲你才是认为我敢把你放下走我去？我有我不得不离开的理由。当初阮娘不因为爱情。受人的骗金，强迫我着爱嫁。迄个时阵我遐尔啊细汉，我是会当安怎？我也毋愿受苗栗安排，所以我只有选择离开土寮乡，离开你。我也知影我只有安尼做，才有机会，搁再倒转来你的身躯边。也毋过，这拢过去啊。毋是过去。我一直当你看念你，我无甲一天无想你。我知影你是爱我，你才到即摆还袂娶我。其实，你是要甲我倒去，才毋肯原谅我，对无？对无？牡丹，十外年啊，
不是短短啊，万项代志拢会对你改变，尤其是人啊，你即摆不是较早的平虎丹，我不是过去的李胜虎。搁再讲，我今仔日要结婚啊，要做人的翁婿啊，你都要甲我放袂起。你讲袂使，你讲袂使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是爱我的，你是在甲我生气。你欠我当初无应该甲你放生，你怨叹我，我也知影我唔对。其实你已经原谅我，对无？对无阿芳？无办，其实你比我较清楚啊。这早就拢已经过去，过去是无多搁再挽回啊。谁人讲的？咱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互相付出过感情，咱有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永远留在咱的心肝内。敢讲你无爱承认？你讲，你敢讲你不爱我？我爱你，但不过这拢是较早较早的代志啊。你是抓倒倒来？他虽然是为了我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来祝福我。阿豪，你别走，我不让你走。时候爱穿多一件较好看，嘿，两件拢水当当，水阁好看，同款。意思你讲嘞，明明你一定是一个上水的新娘子哦，真的哦。新红，啊，新红，你咧想啥啦？无啦。阁讲无，看你一人坐遮，戆神啊戆神的。真心的。副座，人敏敏的意思哈，是要叫你看伊咧吼有水无？吼、哦，你是男主角呢，拜托，你较专心一点好无？你紧看麦，倒一件好看。拢好看啦。真的哦，我去穿起来给你看。好。意思卡当三工。来。啊、我看你安尼哦，戆神戆神，啊！你是咧想啥话啊？无啊。你还佫假装无？啊，明明都有。真实的啦。嗯，你想要骗我？你是毋是已经看到牡丹啊？无怪哦，即个干那来看到你的人。无看到你的魂，欸、你是毋是在想伊？你放心啊，我是要结婚的人，我袂遐尔无站站啊。你若是会晓安尼想是上好啦。是讲哦，你含牡丹仔的代志哦，迄算作是过去啊嘛。啊，代志也已经十外年啊，都搁放乎袂记的，都敢若亲像讲一领旧衫已经无适合穿啊。就是要穿嘛，已经穿袂落去啊！啊，你甲当作安尼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摆你知影我的意思无？知影。那知影就好啦，知影。你吼，就将你的心好好啊，甲伊放落来，欢欢喜喜去做你的新郎，安尼你知影吼？好看无？
华莲是永厝甲我选的呢。好看。来来来，手卡咧。我来祝福恁翁仔某，祝恁翁仔某五世吉祥，百年好合，夫妻同心，白头偕老。李芳嫂啊，哦，你七早八早就把你结婚要讲迄工的话拢讲了了呢。哎呦，啊，我当然忍耐袂调啦。看阿红甲阿敏啊吼，吼、哦，两个这呢啊真适配吼，啊会当顺顺利利来结婚。哎呦，我的心情唔知要偌好咧。你看迄两个人，你看这呢适配，后摆来结婚哦，一定幸幸福福的好夫妻啦。要搁有阿红啊。你也注意听哦，后摆你着好好啊疼惜阿敏啊。你若是有一点点啊亏待伊吼，啊我着无放你煞，知影无？放心啦，那明明吼、哦、有真侪好朋友要做伊的靠山，副座，你一定唔敢欺负伊的啦。李凤姐啊，嗯，主管，我后边吼、哦、一定好好对待阿敏啊。哼、嗯，哪里都对啊啦。做哪袂来？唔知。哦，恁昨昏出去啉酒，啉了伤晏吼。无啦，我拄才敲电话，伊的厝的无人啊。哦。主管，副座敢会着这个婚姻恐惧症啊？避开，无结婚嘛，无爱上班。我是知影有真侪人，若要结婚的时阵哦，忽然间对婚姻真彷徨，搁真犹豫。不过，副座应该袂啊。嗯，啊，万一伊也是来一个临阵脱逃嘞？无可能啦，伊都毋是囡仔个。主管长，小罗，啊，你有看到副座无？我有看到伊个，伊在倒位。我是讲，我有看到伊个奥多麦停到路边，啊，毋过无看到伊个人呢。干嘛出代志？人水又豪爽，我真喜欢伊呢。而且哦，伊阁是一个真带念旧情的人。伊毋是讲，我是倒来桃寮乡了后，头一个熟识的朋友，啊，人拢甲我当作是朋友啊，我哪会使无去嘞？你要去哦？嘿啊，啊，毋过啥啦？啊，你毋是讲这个牡丹姐是你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吗？啊，今嘛人都放假啊，要请你去食饭。你若是无要去，伊毋是真歹势。你若是无要去吼，我著家己去哦。哎呦，我毋是讲我无爱去啦，只是讲吼，啊都，都啥啦？啊你有话就讲啊，是安怎安尼吞吞吐吐的？
哇，敏敏，真正水要去倒啊？真的哦，意思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牡丹姐哦，伊放假要请我甲敏芳嫂去食饭呢。真的哦，嗯，伊嘛有放假去阮派出所，讲要请阮所有的同事呢。这个人哦，真够勒索。阿红呢？阿红伊转袂去，这我都唔知咧。我规天拢无看到伊个人呢。啊！副座，你当时去倒位啊？大家拢入去啊？主管甲阿静啊，伊拢去参加白小姐宴会，但我特别加一句贴不了你。你是不是走了些啥？副座，啊，你有要去无？欢迎欢迎，来谢谢谢谢，你来坐啊，你来啊，来来来，我来接，来谢谢来谢谢，谢谢。叶主管，你大驾光临，实在足好我面子的。无咯，你实在足客气的。啊，你看自从你倒来土寮乡哦，哎呦，搁做这多代志，我代表派出所给你说多谢。哪通安尼讲啊，叶主管，后摆咱土寮乡若是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，你尽量甲我吩咐。我一定做到够。多谢多谢，来，小姐，来，各位，小姐小姐。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李鹏叔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咱这个新娘啊吼，都爱来坐这个大位，来。袂用的啦，这大位我要哪会用的坐啦？嘿，你哪会用的坐？你是我的大温情人，阿敏敏嘞，过几天就要结婚啊，你两个当然嘛是爱坐大位啊。叶主管，你讲对无？对啦。坐啦，吼、哦，让主管你讲话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叶主管，啊，哪会无看到恁的副座的？副座，嘿啦，伊今仔日规工吼拢无看到人啦，我看伊袂来啊啦。主管啊，哦，恁这个副座的，可不止啊大牌吼。牡丹姐，我想啊，副座他一定是有事情，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来的。哦，啊那安尼，啊咱就免等你啊喽。我看免等啦啦。啊，安尼哦，不来，恭喜，我敬你。哎，唔通客气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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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后摆大家多多照顾。多多来来，干杯干杯！来，谢谢谢谢。各位，我这回搁倒转来土寮乡，先望大家不气嫌。我实在感觉真荣幸。而且呢，我也有一个故事，想要讲予恁大家知影。伫个真久以前。也就是伫个咱这土寮乡，有一对青梅点仔的查甫囡仔，因伫个遮斗阵大汉，因有快乐，有悲伤，因也曾经注定终身。也毋过，忽然间，一个查甫囡仔却不可理喻，离开土寮乡，离开这个查甫囡仔。伊有不得不离开的原因，但佫伊煞无机会甲伊心所爱的人讲，全咧一气十万。即摆咧，这查囡仔已经倒转来，伊迄个注定终身、迄个思念十万年的人，竟然毋肯原谅伊。牡丹姐，我要是知道你的青梅竹马的朋友是谁的话，我一定会劝他跟你重拾旧好。没错，我还会记得你较早上我唱一首歌，我今麦想要邀请咱这个新娘仔跟我斗阵唱。哇，
你忘说啊？什么歌啊？啊，都忘你差几里。你还记会记的哦？会咯。出工啦，出场戏都好看啦。啊！牡丹姐，我给你介绍。里面干啥？过来。明明，你敢要搁会记？我甲你讲过，迄、那个青梅竹马爱人，就是伊。青红，牡丹姐，你不是想看我的未婚夫吗？是啊，你跟我来。他就是你青梅竹马的朋友李胜火。哦，感谢你。我烦恼的代志哦，我囝的代志哦，真实来啊，真实来啊！哎，那这下副总的，冒死啊！那也别讲，大人爸牡丹水够有钱，那是你，你也算账。会会，当作买什么钱啊？卖差了，继续看下去啦。明明，人讲英雄所见略同，但是。说的也是，阿红，我跟你讲，明明是我回来到土寮乡头前熟识的朋友，我真正是朋友，我也从来都唔肯来违背我的朋友，所以讲，予你选择，假使你若是要跟明明结婚。我直接祝福你，或者是讲，你要搁再倒转来我身躯边，我也希望咱在座朋友祝福我。目睭睨睨看，耳孔哭哭听，憨憨等伊较无声。代志咱拢是家己。信宏，
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敢不是？阿斌啊！马姐，马姐，副座位啊，调皮。想袂到，红叶阁是伫爱我。副总，我会当了解，你突然间看到你青梅竹马是种个心情。不过你唔通袂记，你是敏敏的未婚夫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提转来，你还阁有时间考虑哦。就算讲你袂害，你嘛爱家己提起害。阿宏，唔免管你安怎想。因为明明是因的朋友，因会为伊会替伊讲话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保证，我会做到，让咱土寮乡的每一个人拢喜欢我。这也着搁讲，只要你也想要做的代志，你拢嘛做会到，对吗？你敢知影？我一世人最想要得到的是啥？是啥物？就是你。阿敏啦，倒开啦！你在找啥话啦？我你是要创啥啦，阿敏？哎呦，你大家都要创啥？阿敏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家都给我啦，你莫安尼啦！李新红都已经变心吗？真正来讲，我很没情啊！坐，稍等，虽然吼，这是安尼，这礼服是用钱买的，这贵三三啊，你唔当啦，是去牵着你家己的身躯要安怎啦？你太小了，别看我啦！阿敏啊，请你原谅我啦！你若无做唔到代志，谁人要叫我原谅你？我是感觉吼，我有一件代志吼做唔到啦。啊，我感觉我足对不起你的，应该这件代志我早都爱甲你讲才对啊。你要甲我讲啥？我是要甲你讲，迄个牡丹仔的青梅顶嘛吼，就是阿红啊。你早都知影吼，你是安怎袂较早甲我讲啊？你知影无？前几天。我就祝福白牡丹，跟他青梅竹马的爱人可以白头偕老，这不是很好笑？这不是很好笑吗？我竟然祝福我自己的未婚夫跟别的女人可以白头偕老，阿斌呐。这实在太好笑了，这实在是太好笑了。现在全土寮乡的人都知道，李新
人是我，是爸母等啊。明明，副座吼，是因为看到伊较早的爱，爱一时间哦，这样，伊根本就唔知伊即摆在做啥啦。啊，你一定要对伊有信心啦。伊哦，唔是迄种三心二意的人啊，哈。你唔免替伊讲话，你也无需要来安慰我。大个一日，你拢看甲真清楚。哎呦，阿敏啊，迄我知啦，迄吼阿凤啊，可能吼是一时间头壳安尼戆戆，伊嘛唔知讲伊家己是咧讲啥物话。迄一般吼，若是伫要做新郎的人吼，迄心情拢是甲伊同款，会紧张嘛。啊，我要结婚，想讲啊，当我即马是结婚才对，还是莫结婚？啊，伊拢会惊啊。啊，像是阮较早阮迄个碰到的嘛是安尼啊。你喊我结婚的时阵，伊嘛是会惊。啊，就干那规工啊，心情真歹，干那一想讲，哪有通我来困一次啊？啊，唔知要外好咧。你话说？你免搁伫遐编故事啊！大家拢是有目睭的人，大家拢看甲真清楚啊！李新红，伊即摆心内内干那有一个爸母等伊，伊袂搁甲我结婚，伊袂搁倒转来我的身躯边啊！敬酒难得。我就知影，你永远就是我一个人。你甲我讲，这侪年你过得好无？咱做甲一个苦差的警察，他有啥物好？人也欢喜哦，就叫你大人啦；啊，无欢喜哦，就叫你贼头。社会地位拢无啦，薪水阁少啦。勤务搁多啦，做甲老伴，风险甲老难。啊，你这种工作哪有啥物意义啦？阿凤，归去安尼啦，你甲警察的头路辞掉，咱做伙来打拼江山，你想安怎？我愈想哦，愈替妈是感觉无价值。爸母咱看下干巧干巧，根本就笑面好。谁人辅助看袂清楚，讲吼，伊毋是一个遐尔简单的人。当场妈是会伤心的，你太不应该啊吧？迄感情的代志，哪有啥物对跟错啦？要无吼，哪有遐济人订了婚又不结婚，甚至于吼结了婚又离婚的代志？我再讲吼，是爸母咱先熟悉辅助的呢。小罗啊，你讲这话啥物意思啊？爸母咱来路不明呢。妈是咱大家拢熟悉呢，你来帮一个外人咧讲话哈、啊。我是就事论事，替副座的想啊。娶爸母单有啥物无好啦？伊条件好，阁遐尼爱副座的，而且吼，伊阁是二十年前的旧情人呢。我敢甲恁看无啦？土寮乡吼有一半以上的查甫的，一定会赞成副座的决定啦。小罗，你太过现实啦！
啊，讲半波，你的意思就是因为爸母等有钱嘛，对不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结婚光靠爱情是无够的啦，没有面包的爱情哦，维持不了多久啦。人啊，爱较现实的啦，至少吼，爸母等会当互辅助的较济啊，而且因两个人阁有历史。小陈，你讲我安尼讲敢唔对？我感觉你无啥对呢。你看，咱们妈是遐尼伤心着，辅助的吼是查某无面子啊啦。唔管安怎啦，这拢是辅助的唔对啦。伊遐为着伊家己的决定哦来负责啊，明个讲哦，甲马姐做伙啊，搁去找以前的旧情人啊，伊安尼做哦都是唔对啦。副总，啊恁是拢好肉相迎，啊无代志做，啊恁咧讲人的是非性啊？副总，我唔是咧讲人的是非，我讲的。是一个无辜的查某人一生的幸福，这卖是你的良心的问题。啊，恁拢这样为洛嘉美啦，啊，洛嘉美啊，无白听恁啦。要唔过吼，啊，恁唔通想讲，干那恁在关心咪尔？啊，我来做，嘛是为好啊。副座，敢不过你上野心还阁无够哟。玉清啊。你还阁少年啦，你袂明白啦。啊，无我问你啊，洛嘉敏啊嫁我，伊敢会幸福是？像我啦，警察啊做甲十外外年啊，敢是挂咧裤衫，我敢饲人会饱？敢我无买贵重物件给人？假使有一天我若是吼出去出勤务啦，啊，互人骗骗，啊，毋是永远乌有啊。副总，你讲话这马姐拢知影，这是你的借口，毋是理由啦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敢若所有的警察拢袂当结婚啊？副总，假使讲你若是贪得爸母等的钱，你著讲一声，免计较遐尔无辜啦。你安那讲哦，我拢袂怪你啦。我知影你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啦，也过你毋通袂记得哦。这现实的生活哦，是真可怕。等下这洛嘉敏啊，伊也面对着这厝内面开销的时吼，伊就后悔哦，不应该嫁予一个小小的警察啦。也不过我咧，宁可即马回来怨恨我，免后边吼才来后悔啦。副总，真正现实是你明妈姐啦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哎，你倒来。恁的计生头水管无伫个啦？无伫个，无伫个啦，免惊啦。这里老大，我一透早就去修好啊。后边哦，我要叫人做知无？当然当然，后边有人故意加照顾，啊，我先走。副座，这什么钱啊？这本本啊。副座，这是什么钱？啊，你也收嘛知，这是违纪费啦。副座。你明知影主管规定讲，咱袂用收这多钱啊！副座，安尼唔好啦。副座，你来突然的，啊！恁哪咧学到咧咕咕毛毛啊？啊！对，来分分咧。准袂用收啦，客人去啦。小陈，我袂啦。夏罗丽咧。啊！你有想到恁手下甲恁遐囡仔无？啊！你偌久无买衫裤给恁囝？副总，我袂使收啦。啊！恁哪拢遐惊主管啦？伊遐自命清高，啊！恁若要甲伊共款哦？啊！表面上讲无去收我咯，其实心肝内哦是吓甲要死啊啦！啊，对无？主管，副总，这是倒位来？啊！你著明去知啊，著我问。我想要知伊按倒位来。是遐业者摕来有效的啦。义警。哟。马上以贿赂警员的名，甲伊逮捕。目睭睨睨看，耳孔哭哭听，戆戆等伊脚步声。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。
义警，有，马上以贿赂警员的名，给他逮捕。提议啊。是，周大人。主管，你莫大惊小怪好。这钱是遐业者摕来要我结婚的彩礼啦。杨主管，借问下吼，这法律对一条敢有规定讲警察要结婚免收彩礼？既然甲法律上无这条规定，是的吼。我就是那边。放心挂靠声，点点送你我头行。明明心疼那倒挂，笑笑目屎准手打。感情路咱行到这，硬要继续只有加拖磨。放你自由去快活，较艰苦阮来担。含着花旦，将阮所有的心声讲予枕头听。一段袂煞，已经几段淡了又淡。天空酷酷听。